为最疗愈韩剧的《室内相亲》，甜腻腻的恋爱让人看得牙疼。最近的剧情中，不仅有甜蜜煮早餐戏码，还有拉衣领亲亲，再度甜出新高度。而剧中被昵称为“爱情鸟 CP” 的金世正和安孝燮，也被发现连穿搭都很有戏，各种甜宠让网友表示已出牙了。在近期剧情中，苗总安孝燮亲自下厨为金世正准备早餐，早餐结束后，金世正则献上了可爱的啄木鸟式脸颊吻给安孝燮，甜到爆炸。其中，金世正以一身 Tory Burch 白色荷叶领衬衫搭配包包赴约，不过为了赶着约会，竟穿了不成双的白色鞋子。这两双鞋子都是来自韩国品牌白米娜的爱之系列。另外，金世正还在个人 ins 放出不少两人的穿搭花絮。当金世正身穿优雅的韩国品牌 Jazz 象牙白长外套时，安孝燮也是同色系大衣出场。而当金世正换上深黑色西装外套时，安孝燮则是以铁灰西装搭配现身，连穿搭都满满放闪，让粉丝大呼戏内甜就算了，戏外也要甜到蛀牙了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